家好啊！又嚟到每集嘅勁抵快訊，我哋快啲睇下咧，今個禮拜究竟有啲咩新貨，同埋有啲咩優惠嘅貨品先。首先咧，第一樣就係雙妹乜嘅花露水香味蠟燭旅行裝啦。咁咧，佢就係以薰衣草啦、薄荷、檸檬、肉桂、丁香嘅精華精心調製嘅。咁佢有多種嘅精油啦，有助放鬆你嘅身心，舒緩壓力。咁而且咧，佢仲有獨特嘅草本香氣，再注入咗唔同清新嘅檸檬薄荷。雙妹乜嘅花露水香味蠟燭咧，為你帶嚟與別不同嘅香氛體驗，會為你家居添上獨特嘅香氣，盡顯生活嘅品味。佢燃點嘅時間長達20小時，主要嘅成分就有石蠟啦、薰衣草啦、檸檬、肉桂、丁香、薄荷精華同埋 100% 純棉竹芯嘅。跟住咧就係雙妹乜嘅活花爽身粉啦，咁佢用咗純正嘅配方啦，性質溫和，粉末細緻，去減少咗衣物同埋肌膚嘅摩擦，避免引起痕癢嘅。咁佢仲可以咧踩腳上面，保持雙腳嘅乾爽，減少咗異味，仲可以預防熱痱嘅，適合咧任何人士使用。咁主要成分咧就有滑石粉啦、碳酸鎂等等嘅。咁使用方法咧，只要取出適量嘅爽身粉，拍打喺你嘅肌膚。就即刻可以噶啦，跟住落嚟咧都系雙妹乜花露水嘅產品啦。咁咧佢呢個花露水咧就有效預防蚊蟲嘅侵襲啦，能夠消毒、舒緩咧蚊叮蟲咬嘅痕癢嘅，仲可以咧有消暑嘅作用，預防中暑同埋舒緩你嘅唔舒服嘅感覺啦。咁如果用少少咧喺熱水入邊浸腳啦或者浸浴嘅話咧，仲可以消除疲勞，令到你精神煥發嘅。咁咧跟住如果再放幾滴喺熱毛巾上面直接敷在塊面度啊，仲可以有解酒的作用。另外咧，佢仲可以當空氣清新劑咁樣使用嘅，對 BB 咧預防熱痱都有功效噶。咁主要嘅成分咧就係有薰衣草精華啦、薄荷精華啦等等嘅，仲有蒸馏水啦同埋酒精。咁其實使用嘅方法咧就好簡單嘅，咁除咗塊面之外咧，咁其他部分都可以直接噴在皮膚上面嘅，咁或者係放入熱水入邊使用啦一齊，咁但係記得千祈唔好直接敷在傷口上面喎。咁另外咧注意一樣嘢啦，佢防蚊嘅指數咧有達3個鐘噶。好啦，跟住咧就係到 MIHK 咧本周限定嘅優惠商品，就係呢個鳳盒子 Fun Box 鳳梨酥，咁就甜而不膩啦，就12件裝嘅禮盒嚟嘅，咁佢亦都會附送一個精美嘅禮袋。咁由於咧呢個鳳盒子咧佢四四方方嘅外形啦，咁所以咧佢有個名字就叫 Fun Box 嘅，就係希望咧顧客打開呢個包裝嘅時候，有住呢個視覺同埋味蕾嘅多重驚喜啊！咁呢個鳳盒子 Fun Box 咧就係四四方方嘅一粒鳳梨酥啦，咁佢亦都係有金黃色嘅，好似金磚咁樣嘅外形嘅。咁佢亦都堅持咧個味道採用酸甜口感濃郁嘅3號瓜秒土鳳梨製作嘅喎，佢不含添加劑啦、香料色素啦、酥油啦、冬瓜醬，佢而且咧就係用 100% 鳳梨嘅內餡，以古法嘅配方咧保留呢個條狀嘅內餡口感。咁佢為咗咧堅持呢個品質咧，佢亦都成立咗呢個實驗室嘅。咁從果園裡面嘅管理啦、採摘啦，到包裝咧，亦都好嚴格把關嘅喎。咁確保咧每一粒個鳳梨酥咧都係符合呢個全國際嘅食品安全管理認證嘅。咁喺呢個鳳梨酥市場激戰下邊咧，呢個鳳盒子以獨特同埋簡約風格脫穎而出，亦都受到好多高階嘅顧客咧喜愛。咁 MIHK 本周嘅優惠價咧就係128元，所以好抵價，快啲嚟買啦！之後咧就係到黑豬岩燒肉乾啦，佢嚴選咗台灣黑豬嘅後腿腿心肉直接刨片嘅，咁保留咗黑豬肉嘅天然纖維啦同埋彈性，仲加入咗精心嘅香料調製而成，仲要醃咗16個鐘頭以上噶，咁佢仲有獨特嘅五香啦、胡椒香味滲入咗呢個黑豬肉嘅每根纖維入邊嘅，佢再經過燒烤咧，就令到呢個黑豬岩燒肉乾香氛撲鼻。
真係唔可以唔試噶。咁 MHK 本週嘅限定優惠價咧就係48蚊，咁記得快啲嚟買啦。咁今集咧嘅每週勁抵快訊就差唔多啦，下次見，拜拜。